雪呢我不是要来抓你的，是先生叫我来的。玲玲，多谢你。我真正想拢无。你明明知影先生娘是无可能和你入同家门，是安怎？你到今嘛，还袂离开先生？我嘛有想过要离开，甚至嘛想过要离开这个世界。也毋过，我惊先生艰苦一世人。你敢知影？迄天先生有来找我，我看会出来，伊对我也是放袂落心。你甲先生的代志，唔是我应该查的。而且先生对应到有文件，伊拜托我的代志，我无法度拒绝。先生叫伊来找我做啥？伊袂放心你啊！伊希望我会当将你去阮家住，和我来照顾你。啊？佮伊甲你讲啥无？你先莫想遐尼啊济，身体顾好较要紧。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。明天看看的对我来等。我的房间你家了。英顺，哎，啊，阮家的歹所在有较细间啦。啊，以后你甲我，啊，佮阮英顺啊，咱三个人都小开一个，日子嘛上快会过。知影无？知。刚拢无插你，啊！你有想妈妈无？哈？你有想妈妈无？来，你看，难道我新来一个水阿姨啊？哦，爱笑咱幼孙啊？哦，哈？敢会当和我抱一个？啊，好啊，来。你想，哦，讲水阿姨啊，对不？哦，水阿姨啊，哦，哈，两个位啊，两个位啊啦。那你讲起来，就是我离开诊所了后，伊才出事的。
是哦，有孙啊，出世的姐姐，嘛是因爸爸离开阮的日子。咱拢同款，是歹命查某。我有三个囡仔，你以后嘛有你家己的家庭。有暗暝都有天光，看较开的，想较远的，安尼就好啊。阿涛，哦，这久无看，阿愈来愈水啊呢。那有啦。啊，来找我，是不是有代志啊？你要来我这唱歌哦？是啦，春兰姐，我已经无路通行，我才会来找你这艰苦的大姐斗相共。我拜托你，让我来这唱歌好不？我听人讲，你嫁有一个做田的。啊！那不爱等找恁翁啦。我无面头回去啊！春兰姐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啦。好啦，你莫阁伤心啊。无，我再甲阮经理讲一下吼。多谢你。多谢你，姐，姐，快到了。丫头，咱要帮几只鸟狗？你较细声啦，一百粒啦！你问到这要创啥？姐，你先无去，好。慈心敢走有你，脚床较翘咧。初中，何医生，歹势啦，歹势啦！阿囡仔唔捌代志吼，手较贱啦，啊，无这冬瓜偌济钱，我两杯介绍赔你啦，好不好？唔免啦，你囝吼教好咯啊！安尼哦，歹势啦，吼，何医生，歹势，歹势，是嘞。卡成一条，卖产品。
听见我骑，骑到天暗，有听见无？是嘞，害你去恁爸爸讲，好你食。好食无？好食。你敢是阮妈妈？啊，你是我生的呢，啊，我毋是你妈妈，无我是谁啊？爸爸叫你回去吃饭。这两天哦，怕你买金柑嘛，哈。妈妈哪无叫你回来？别回来了啦！我哪一个反动，等我哪反动？淑欣，你是安怎？我为什么妈妈？我为什么妈妈？陈星，妈妈，陈星靠要找伊妈妈。我妈妈有给我两个买金柑。你是吃金柑，想着你妈妈呀？陈星，安尼，你莫吃金柑，金柑飞出来，飞出来。我要吃，我要吃。不要紧，你慢慢来吃，啊，唔通哭，啊，唔通哭啊！都跟你讲拍两下就好啊，我还得一直讲，你饲囡仔是要用命吼？讲干的鬼，尻川人讲讲。你讲都袂唔敢嘛？啊，你咧讲有钱嘛，同款啊！啊，讲袂对，啊硬要讲甲对，啊讲讲你饲囡仔就免用米，啊用高井水就饲会大。考前起来。我是叫春仙啊，甲考前起来啦。现在已经替恁把饭煮好啊！啊，你脚手去洗洗咧，明明谈好跟恁爸爸做伙吃饭，哈。春生啊，今仔下晡靠不起妈妈了。你也唔想看卖咧？无妈妈伫身躯边已经够可怜啦，你搁甲讲干呢？啊，囡仔做唔对都爱讲啊。幼稚嘛是无爸爸，你唔是甲讲干呢？秀露，我要等来做饭啊。秋萍甲囡仔阿姑在等啦。我甲你斗相共。唔免啦。不过你爱记得哦，你还没去遐存心笑笑。好啦，啊你即摆加照顾一个大人，若做袂起，才甲我讲啦，吼。嗯。你身体较虚，爱补，唔是要互恁的哦。嗯。
小琴，快紧用啊，食看卖嘞，看我煮的有合你口味无？小丽姐，多谢啦。你遐尼啊客气啊，啊村内底碗底遐便便嘞，来，紧用。应该是我跟你说多谢，你来跟我讲实的啊。秋琴啊，明仔载我来拆一块油头啊，填补给你吃。多谢你，明仔你要客气啦，来，赶紧用。好。吃饭啊。我借百二块。是啦，春兰姐，我要离开阮甲阮囝的时阵，我有讲我要寄一礼照顾我的后生。本来我是有欠一寡钱，准备要寄转去。后来，就叫迄个碰到底命阿伯拢甲我退去啊，所以，我只好来甲你借钱。啊！你都要放翁放囝，那想要寄钱倒给你后生？囝是我生的，我当然嘛会想伊啊。啊，囡仔哦，有因爸爸咧顾，安尼就好啊。这是我做妈妈的一点仔心意。我会永无爱我的翁婿，啊，不过我袂永无爱我的囝。我希望伊的心。也够我这里做妈妈，啊！你才来几工尔，就要搞我借钱，啊！你唔好啦，春兰姐，我拜托你了，我拜托你了。我唔是不爱跟你斗三工啦，啊！不过你若把钱借借的，啊，做你走，我是要对找你啦。我袂走啦，我即马干那存只烟摊只尔，我哪敢后袂走？春兰姐。请你同情我这个做唔对代志的妈妈，甲我斗相共，把我寄一顿给我的后生啦！我拜托你。好啦，无我借你啦。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天舟，有你的挂号牌啊！哦哦，好好好，我即摆提伊啦哈。天舟，我寄百二块给你，你甲春生买衫裤，买金柑给伊食，剩的钱给伊去读册。伊若册读无，就给伊去学功夫，钱欠起来，给伊大汉娶某。我若有存钱。才阁寄予你，阿土。唔免唔免，你甲讲，叫伊免寄雨水。啊，伊是用写批，你是要安怎甲讲啦？啊，寄寄转去还伊啦。啊，面顶有写住址无？无写住址呢。我都知啊，唔敢写住址，就是惊我知影即摆人伫啥物所在啦。小姐，那邮票顶头有邓英啊，你去看卖啊嘞，这张批委托伊寄来。罗岗，你批好啊，你去讲妹妹。嗯。天助，寄这的钱，敢有法度买伊的良心是无？啊，这总是伊的心意啊。想着阿头要走一工。实在心肝有够凶，
阿姨见到就寄钱回来啊，啊，这就表示还够有心啊。阿姨若要有心，恁的缘分都袂断啦。天珠啊，阿婆，你去甲找回来啊。啊，离就离啊，我搁找伊要创啥？啊，毋是为着你家己嘛，为着春仙啊。来啦，你快点，我袂来无用。春兰，今仔食饭的时，你的心情是走去倒啊？哎，对了，客，真实的呢。啊，没了，我是因的失败呢。就算是安尼，嘛袂用无礼貌啊。你有心事啊？无啊。我看你的心情都还袂转来。你是在关心我安泰的事啊？啊，是啦。啊，是你在关心出去吗？你妈呢？我袂讲好无啦。你就是安尼啦，这日经啊，就让我保袂掉。我袂辛苦啊。我敢有讲唔对？王天宝，王天宝，你来，你请坐。好。王天宝啦，看起来应该是走去啊。妈妈，我的家庭老师，放心啦，你的家庭老师，我妈妈会阁替你找，你也是赶快会当准备明年的考试啊。啊，不过幼稚，别阁讲啊，妈妈决定的代志，绝对袂阁改变啊。你唔通袂记的，你替爸爸讲白菜，无乎我知影秋琴住伫倒，我拢会变骂你哦，别阁想要了我生气哦。啊，离婚啊！是啊，只有你袂了我生气啊！丽芬啊，秀露啊，你拢唔听我的话，拢是出卖要了我生气。也是好好安胎啦，生一个后生哦，比什么拢较要紧。我带你去罗岗，明仔载才会回来。啊，这嘛是愈跑愈远啊，是。罗岗的头人较骨松，要请罗水客伊南面医生食饭，我敢袂当无去。好啦，辛苦你啊，路会较细哩。好好休困，有爱给你吃。
秀琴到底是走去对啊？希望出一挂代志，我无得啊。先生，你敢也莫甲天祖讲，我伫个遮。是安怎嘞？我无想要回知影。哦。啊。好嘞。我来隔壁装一下。七金小姐，七金小姐。秀女也去共洗衫啦，啊交代我先煮饭，伊就惊伊讲转来若较晚，啊你要食倒有啦。多谢你啊。哦对啦，啊油我嘛煎好啊哦，你若要啉吼，倒出来就会当啉啊，也毋过贪少哦。多谢啦。哎，你真客气，一直甲我说多谢，我煞毋知要怎应你咧。先生。啊，你什么时阵来？啊，拄才来的。先生啊，你来啊，秋露啊。嗯。
饭我拢煮好啊，啊，无我先转下去哈。多谢你。陈兴来得请，请。我想讲，你袂过来啊？我无来，是惊先生你会来找你啊。我就要安尼一直比一世人。秋瑾，我知你是委屈啊，不过陈世娘，伊即马有心啊，我叫伊受到刺激，等伊生完才讲好无？伊若是生后生，你敢讲要替我？我讲过啊，我照顾你一世人啊。袂用哩，秋瑾即摆住喺你家，总想甲你补贴一寡。先生，我若是收你的钱，我是要安怎甲先生娘交代啊？好啦，啊，我安尼啦，我只交代袂使哦，叫伊送一寡物件过来。先生，秋瑾嘛爱食。起来走。天总啊！啊，先生，来得及，来得及，您家得啦。没叫你客气啦，我随便走。啊，有什么代志是吧？啊，多谢呢，多谢你甲小女斗三工哦，照顾秋瑾。免客气啦，唔通安尼讲。有一件代志，我想想的，
感觉也是应该要你知影。走第六天，有拄到林肯厂。阿桃，伊是无希望讲，互你知影伊即摆伫啥物所在。啊，毋过我是认为，翁阿母，就算讲缘分已经尽啊，总是要淡薄仔情分的呢。伊即摆伫遮唱哪开始？我先告辞。你们继续搜。是。美妮，过来。哦。我那边都没有，你这边呢？我这边也没有。走。警察先生啊，我都跟你讲过啊，这吼袂当买物件，我绝对无可能会买啦。我是一个吼守法的生理人。报告，里面也没有，我那边也没有。没有嘛？哎呦，警察先生啊，啊，顶个你嘛讲哦，我这个所在伫偷卖猪肝，啊，结果咧，你安尼内面敲，外面来敲，敲到我规间店哦，啊，你无一块好诶，结果连一只护心还是蠓啊，拢无敲到啊，所以我讲啊，无就是无啦。收队。是。等一下。谁弄的？走开。啊，家里都将你敲过呀。走开呀！这是什么？你偷卖香烟？啊不，我没偷。这是人寄来我吃，真正。带走。是。啊，无啦，警察先生，无安尼，我还钱啦，我还钱啦。东西通通带走。我。哎，完了哦，警察先生啊。你钱怎样啦？太歹人啦，你卖安尼啦，哎呦，我完。你怎样？我现在钱哦。钱怎啦？钱哟，钱哟，你我啦，哎，救我。哎呀啦。一定是被混用抓到了啦！这，哎，尤姐啊，还紧的哦，咱头好来洗衫。好。啊，来，小丽姐啊，你送我来找就好啦。啊，唔免啦，你的身体较要紧，好好休困就好啊。小丽啊。我给你送衣送吧来啊啦！啊，我也无吩咐啊。这是阵人诊所陈先生叫我送来的啦。啊，玉姐啊，你物件先放咧，啊，遐鱼啊、甲肉先摕去灶卡。哦。安尼，我先来等。多谢你哈。小女子，先生敢会过来啊？就算先生来。你嘛袂留落来啊，秋晴，你听我一句话，家己的将来，家己爱会晓拍算。妈，学校你要开学啊，咱敢有钱读好注册？咱得较认真替人洗衫嘞，啊，
出来底钱轻轻的，万一那无够，妈妈再想办法来讲借钱。你免烦恼，知影不？嗯。小鹿啊！小鹿啊！阿兄，阿叔叫警察抓去。是啊，我来讲无分牌，平的袂分，我来讲几落摆咯，我讲都袂听咧，阿七啥害啊啦？袂分声音来怪咧。阿兄，什么变乱？什么哦，都要拜托幼师啊。跟你早起读书，你醒醒啊！我快去醒醒哦。迄个先生不是实在鹿港的头人，都爱请伊出面哦，去人拜托一下啦。啊，若无哦，香料就免回来啊啦。我等伊到厝的，煞无半钱。小女啊，啊，你看先生毛实在啊，是不是咱请你哦，去人拜托一下好无啦？我讨厌。你哪会欺负咱？九姐啊，唔通我袂讲话，你哪会突然向人家讲呢？九姐，你衫去洗洗，你先回去。我看咱今仔日先来。对啦，这药啊，叫三顿吃，啊，加饭也要吃啊。抓紧点药。好。对啦。先生，去外面讲。哦，好。拜托啦，你拜托啦。先生，这件代志不是遐尼好处理。先生啊，无论安怎吼，你一定该甲我斗卡手啦，拜托拜托啦。先生，真正就歹势。啊，不过到即马，都干那你会当甲阮斗相共啊？啊，无好啦，到其他玩家看看，再带领去鹿港走一转。啊，多谢先生。多谢，先生，多谢，多谢啊！多谢你。多谢，阿兄。小鹿，多谢你呢。对了，你顾囡仔照顾，你先回去。啊，嘛好。阿兄，你得较细点呢。我知啦，啊。阿你我先来等。为着这种代志去讲拜托，到时阵哦，连你嘛有麻烦。袂啦，啊袂分尔，也不是袂阿面啦，无遐尼严重啦。啊，这款代志哦，顶面的人讲一声就无代志啊啦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袂猜这件代志啊。
迷魂啊！香蕊也去予警察抓去，规庄头的人拢有看到呢。小女也甲伊拢来甲你拜托，咱诊所的患者嘛拢知影。连想看卖啊，家己是甚么款身份地位啊？敢讲要予人讲，陈医师为着一个偷卖粉的人，四界去共弹头共拜托，安尼敢会听见？迷魂啊！啊，人优质啊，对咱丽芬嘛真照顾啊。啊，即摆小女就已经对我开嘴啊，我哪好意思甲拒绝啊？安尼，咱是欠优质啊人情，也是欠小女人情啊。哎呦，我都已经答应人嘛，敢讲你啊，我即摆可以甲拒绝咯？我要来去啊。自动掌印哦，不是什么歹人啦，这是无说你去违法的规定。是啦是啦，我已经向顶面哦申请分牌啊，啊，不过这分牌都还未发落来，我看你哦都唔知头唔知尾啦，都干你去买粉来买，我真正不是故意的啦。哦，啊，卖粉也不是什么歹代志啊咧。啊，是啦是啦。来来来，饮茶。来，队长，来来。好，多谢多谢。好，林总啊，嘿，我去抓三个家。就说上鹿港去啊！好好好好，来准时上到位哦。放心啦，一定准时上到位的。有一件代志，我想想的，感觉也是应该要知影。走在鹿港，有拄到林干将。伊即摆在遮唱哪开始？我这台车拄好要来去鹿港，我是不是？先生啊，啊，借问一下，你要找几番呢？我是要找电阿头小姐啦。电阿头，歹势，阮家无这个人啊。哎，小姐上啊！哎，你的人客拢来啊！哎，来对称，来对称，啊。天祖，啊，你得爱甲春心照顾好，莫去干妹仔啦。无会啦，我知啦。
紧叫人替你放手啦！阿土，你真正要放阿放囝是无？爱喊我跳一段舞嘞哦！王上，嗯，歹势啦，我可要转换嘞。嗯。阿头，对不起，你是要创啥啦？先生，你认不着人啊？是的，我确实已经不是你的什么人了。王三，嗯，是的啦，你稍等我一下，我可以转一个环，马上就回来陪你跳舞啦。嗯，好，好，好。我叫金秀，金秀，什么金秀？你是阿土就是阿土啦！我不是阿土，我是金秀啦！你若是敢安尼搞我哥哥的，我若要喊救人啊！你喊，你喊！金秀，发生什么事？你想要对你后背下是无？无啦，我甲人客有淡薄仔误会，我甲伊讲互清楚就好啊啦。今天无代志。无代志啦，我甲你处理就好啊。你是唔通后背来哦、喔。娘，你还过来找我是要创啥？我嘛唔知道我过来找你要创啥，你对我无情无义，我过来找你，是要来骂你，还是要来怨叹你，还是要来要求你跟我倒转去？我嘛唔知影。那安尼你都骂我，都免跟我骂骂的，我咧看你的心情较好一点嘛。爹妈给俺去啦，妈要创啥？啊，你不是讲到歌戏班，四个去咧搬歌戏，是安怎你会来这种所在？戏班的班主，伊某不爱互伊娶细伊，还佫讲要点火烧戏班。啊，若无就是要破我流生，那班我就带袂落去。啊，你来这呢戆啦？不是我戆，是查甫人袂晓我靠。讲什么那班，一天会晓赚偌侪钱？拄着伊某，就变成孤仔囝，变甲看无人影。你嘛同款啦。讲什么做田的人，免惊无饭通好食。十几年啊，伫我挂挂，你嘛想趁头家咧好康。我跟你咧做田，人当作牛咧咧，一日过一日，一冬过一冬，田会烦恼，人会烦心。你讲的话哦，嘛是臭香的稻啊，会看会袂食的啦。会当让你过好日子。是我含慢，我无才调。要不我即摆有认真咧开拖拉机趁钱，等钱若剩有够，就甲政府买公田，咱家己做家己收。我毋是无想过要互你过好日子啊。去食下大碗，我毋敢毋望你啦。你著看我遮尔无，我无互你穿好、食好，要毋过我敢互你枵着，
予你看到，带破草厝举低头，敢要卡输你踮这个所在，甲查甫人一个求求人啊！我已经不是你某啊，尊重我伫遐只抛头露面，万免你用这话来取笑我。我是可怜你落恩我啦，我万免你同情，我家己躺家己吃，我过了真舒适啦。对，你过了真舒适。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后生春生啊，是安怎哭咧找妈妈？伊还阁以为你伫歌戏班咧扮歌戏，阁叫幼兔啊带搬树叶入去戏园要找你，阁走去迄天你要走的时阵，迄个路边，阁不点个等你转来。我真正不知讲你这个做老母心肝是安怎遐尼凶，安尼放下落。我若是甲伊带你话辛苦比。伊个会较好命。那饲后生，我唔敢唔望你啦。春生还佫我这个爸爸伫个，以后你也免寄钱转来啦。迄是要叫春生的。你若佫寄钱转来，我是要来甲春生啊解释，讲伊妈妈钱转来，人无转来。你寄钱是来安你家己的心啦，唔是真正咧疼惜春生啊。你无需要这么自私。刚讲我寄了钱给我家己的后生，讲我袂用的，袂用的。以后你若阁寄转来，若有资金我就把钱退还你，若无资金我就把这钱摕去孤儿院寄付。春生还阁我这个爸爸在疼惜，伊毋是无人爱的孤儿啦。我叫你莫走，你偏偏还要走。是你无情，不是我无义。你要走，迄一天上后尾，搁等迄支雨伞给我。咱翁某的情分都已经尽了。今日讲这个，是加伤心的。是的，甲你叫一下。起的那一种滋味，那种使人刻骨铭心的乡愁，如果深深经历那种感受，才会明白为何沾满心头。啊，那是有查甫人给你的挖苦你，你得对起。卖踮这种所在，激笑予查甫人看。等你若老，搁款的激笑容，都无查甫人爱看。这句话，你上好会记。不要折断那故乡的道路。我虽没有。袂等伊啊！哦，啊，我着甲洗好衫，先摕去予人啊。
哎呀，我是要来跟你问看卖嘞。啊，今仔日陈先生带你去鹿港，敢有找到会当跟咱斗相共的呀？有。陈先生带去的所在哦，我一入去迄个花园外看嘞呢，内底个乌龟啦，或者鱼啊嘞啦，内底是条个气派有够。哦，看到大家拢欢喜。阿公，陈先生看迄鹿港的头人哦，哦，伫伊面头前一直讲我的好话啦。鹿港的头人哦，哪啉茶哪讲。离婚还不是什么歹代志啊！我有够力的嘞。阿兄，我是要跟你问，人家有要跟咱斗相共无？有啦，鹿港迄个头人哦，讲要叫警察把小女也放了。哎，佫讲吼，叫歌厅发一间盘牌来我呢。啊，哪呢？恁敢有讲什么时阵要叫警察把锁放来？无嘞。咩？啊，这上重要代志你无敢问？啊，人无讲我来歹势问啊。哎呀，啊，你哪会知啊？因这是讲讲，根本就无影无假。陈先生介绍呢，敢会安尼？我当然嘛是希望阿嫂会当平安倒转来，是讲你也无敢问我清楚啊，起码那么敢来当等呀。哎呀，我起码等下个车啦，无人教我小妹，教我小亮，教我搭水果，我耳孔是也够清盈啦。哎，想也无滴哦，我嘛感觉呢，足难料的。小妹啊，咱遐妹啊，敢会拢安尼孤孤单单一个人啊？不会啦，不会啦，阿兄你莫当乌白想啦，家己吓惊家己。啊，我看哦，我家你这物件够款款的，你头较早休困。免啦免啦，小妹，全部话者，阿兄家己困好，吼，时间无早，紧等休困，紧。好啦，你较早休困了哦。好，我来。好。孙楠，李慧啊，你在等我？等下就好了。你是不知道我的烦恼是，我怕你会去有这种的代志，去连累着啊！我怕，我怕你无法度回来啊！美惠，过头看你无回来，我都更加烦恼啊！一直等到日头落山，还是看无你的人。我唔再出去外面等，想再等个今晚，等个靠高升。是的啦，我来等下你过。好啦，等下就好。我得先去辛苦啦。尤桐，来，这块肉给你吃。好，不用你，恁手去买野菜，免吃。啊，小女子不要紧啦。不用你，囡仔人哪样无可以无忌呀？吃个鸡饭。啊，陈先生，来，
这给你吃。你哪会拢无吃？是不是无胃口？伊毋是无胃口，伊在烦恼，毋知因爸爸回来未。春生，你赶紧食饭，即马过去看卖啊，看恁爸爸回来未，好不好？食较大嘴，食较侪嘞，啊？食饭。春生啊，有伫你遮无？有啊，伫内底食饭啊。哦，阿天草，啊，你毋是应该今仔下晡就转来？啊，哪去先要才转来？我去找阿头啦。啊，你去找阿头？啊，有找到无？啊，哪无甲你做伙转来啊？春生，你紧食，你爸爸转来啊，你食饱就等甲爸爸转去啊。伊就敢那参像野鸟飞去啊，用啥物甲望都望袂转来啊！这是我上后尾一面去找伊，以后我绝对无可能去找伊啊！自从迄天伊离开的时阵，阮的缘分就已经断啊！爸，爸，你有找到妈妈无？无啦无啦！你骗我！你今仔日去找妈妈对无？甲你讲无就无，你是听无是无？你遐尼啊大声要创啥啦？有话你快快讲嘛！阿姊，你带我去找阮妈妈好不？你来接嘛，不知你妈妈伫底啊？你叫你来接是要带你去倒坐？无，你带我去。你妈妈不爱伫伊啊啦！你安尼听有无？安尼有信心无？天助！笑笑的啦，去啦！春生，恁爸爸呢？春生啊，人家在食饭呢，莫共叫啥，倒下去啦。春生，阿姨去甲你爸爸讲，叫伊莫骂你，莫怕你，阿你家己回去，好不好？春生，你看，恁爸爸还未食饭呢，你若是无要甲伊回去哦，伊巴肚会照枵照枵的哦，知无？来，小强，这个囡仔，歹势，甲你叫啥？袂啦。行，转下去。去了，转啊。听说这查甫人的代志，我来就好啦。我做了惯是惯是啦，搁再讲，无我日子嘛着过啊。春生啊，已经困来啦。啊，秀露啊，真多谢你呢。我无伫个，拢伫咧照顾春生啊。这哪有啥？春生啊，自细汉。就连阮出来安走出走入，通我顾囡仔，也无差加顾伊一个啊啦。
讲，春生啊，伊一直靠要找妈妈。恁若是无让伊去，伊会逐天想哦。阿桃心肝遐尼硬，就决定无爱阮爸仔囝，就算讲去找伊，也无路用啦。啊，不过做妈妈总是唔甘囡仔啊，无得卡，阿桃啊就看到春生啊，伊就会回心转意啊。假使恁若是唔让春生啊去找阿桃，我是烦恼。伊毋知怨叹你一世人无？天主啊，这件代志你家己着想个清楚哦。我先来等啊。唱歌，我不爱唱歌，我要啉烧酒。哎呦，你是歌手呢，哪会使坐遮啉烧酒啦？我起无唱啊，你，我心情郁卒啦，心情郁卒，带你烧酒对无？对对对对对，来，囡仔，来，干杯，干杯，来啦，来，出来，来来来。你是哪卡是呢？哪会使无唱歌按来人客啦？难道夜客搁走落去？
我看财神拢伫恁家，想要问又搁歹势问，想袂到竟然是这款代志啊！有倒一个人无爱家己的红事，还搁有囡仔。阿托啊，都是袂堪要食苦的，而且放红放假最早。好存心白阿囝真正吃足侪苦的，你一个嫁无一个查某人，哪会生一个嫁嘞？无查甫人，我可会查某人，我甘管可怜啊！秋琴。我阿爸身上都已经注定，一定要为这三个囡仔负责任，甲因车养大汉。啊，不过你不同款啊，你要是有机会，会当找找你的幸福，都看你是不是会当想会开啊。我袂改变我的心意，就算讲哦。要做先生的誓言，我嘛袂要紧。你哪会这呢啊？公，先生明明是不可能会答应你的。小如姐，先生嘛有讲过啊，伊讲，伊要甲先生娘讲啊，有伊迄句话哦，我甘愿。大汉就会欺负翁哦，哦，乖乖乖，一年大一出。妈妈，上兵来耍。收电话，多谢你。所长啊，哎呦，真正足多谢你的，你人吼是有够好的啦，有闲哦，应该来阮家奉茶。啊，无闲哦，就免这么晦气啦。我身体无闲哦，这。陈先生啊，这届吼，若无你敢打卡手，阮上瑞的吼，绝对去用关到神煞无啦，啊，这下煞无保啊。嗯，真爱。知道啊，啊，即马恁干舅也无代志啊，啊，分包也摕着啊，以后好好做生意啊。是啊是啊，即届哦，好亲像咧胖见一只鸡，瘦得个一只牛呢。多谢你，多谢你啊。小罗，啊，无甲恁阿叔先等下。好，啊，卖提啊，行啦行啦。你阿个小罗，哎呦。小罗，我有代志想要甲你讲，你也当对我来一个嘛。啊。手机唔好啊！因为食先生叫人送鱼夹吧，即马加少元气啊！徐光先生，秋琴一直在问，伊想要知影先生啥物时阵会去看伊。你叫伊安心啊，静养，会当去看伊，我一定会过去。先生。有一件代志较实嘞，我想要请教你。唔知影你对秋琴的将来有啥物打算无？等伊身体较好诶，我先安排伊去别个所在住，叫伊搁等我一下。是要等啥物啊？等陈新娘把囡仔生落来。陈新娘若是当生大无囡仔。
安尼，伊的心内就袂遐尼惊呀。到时阵，我足够来甲伊讲一件代志，我的确伊就会答应啊。啊，万一先生娘伊若毋是生查甫的嘞？安尼，我只好对不起秋瑾，我一世人都在外面。小茹，这件代志我袂麻烦你想过，啊，一寡话你也毋免甲秋瑾讲啊。我知影。免遐骨力啦，物件无生卡吼，家己袂走去啦。猪肝面线家己煮好啊，紧来吃啦。来来，叫你伫个饭厅吃就无诶，硬要你点头才吃。我是店呐，互你顾，钱走了你也袂去。酱煮的当然嘛好吃，你若遮爱吃哦，就较吃饱，关呢。啊，关一摆放出来一摆，我来煮一摆给你吃。哈，啊，若定来叫人关哦，我来定来煮给你吃啦。我你呸！讲种歹个条的话，关假关啊，嘛关袂到我。哼。无啊，你即卖什么意思啊？你是靠袂着我去用掠去关，你头撮细音哈？是啦，但我撮着你这种某，绝对吼无想过要撮细伊啦。啊，你的意思毋着讲我水阁贤惠对无？毋是嘞。啊，无是啥？一摆就惊着。那呢？这个道理行较有诶，我懂了，懂了。阿兰，惊。我甲这咱老师开干吗店？啊，开铁工厂吼，我落吃啦啦咧。嘿，好啊啦，你毋是搁天卡面线吃吃咧？要去甲咧分牌挂起来。对吼。这粉甲酒拢是有牌，要来买粉买酒的人进来哦！哈哈哈！啊，嘿，无啊，啊你徛遐乖要创啥？较免我小请下者。你看我请呀吼，嘛无一块牌遐尼缘投。来啦，卖定下死下气。是咯，老实讲，我感觉吼，天公伯啊，真正有咧保庇呢。你也看，我即摆吼，人平安无代志啊，还佫加赚一块公伯局的分酒牌啊，会当卖分卖酒，真正是哦，福气要来哦，安怎好拢好袂走啦。你当然嘛福气喏，那不是秀女啊替你咧操纵哦，烦死啦！你即摆还佫咧红乖咧啦。伊咧好心咧，啊人明明吼都是陈先生替咱出面讲情的咧，啊是安怎吼？你大概讲拢爱讲为恁秀女的遐去啊？你即马是爱我欠伊的人情，啊你头好压西客给伊哈？我若要提钱给啥物人哦，免你点头啦。祥瑞啊，做人哦都要知影好歹，唔通人对你好，你就共当作是笨手。死狗哦，你若要共拜托，人就无要插你咯。嗯，啊，若这点吼，你放心啦，我真知影好歹啦，我足了解谁吼，爱我强烈去关啦，我心肝内知知的啦。啊，我吼，
是有恩报恩、有仇报仇的人啊。一角换十色，有来就绝对有去。啊，你是要对啦？你别走！是我啊！你别走！你别赶走！你听，别赶走！你别赶走！你别跑我啊！你！我叫你动的你不听哈！你别跑我！你跑呀！你！哎，你别走再去！哦，越讲越走呢哈！你别跑我啦！你再跑，我就放狗咬你家！放狗咬我家！你这是安怎？哦，你别甲吓惊，恁家哦，剩个人拢食袂饱，够年冬哈，够年冬，你先搞死伊啦！你别甲走，你别甲走，我无赖讲啊！你无赖讲，了来你真巧啦，巧到会叫警察来甲我抓吼！我无报警察，无报警察，无报警察，警察恁知影我伫卖粉啊？我唔知影啦，唔知，讲唔知的准都算。你别甲走，甲我怪了你啊！你别甲走，你别甲走。你好，陈爷去用牙去关，我说唔能给你。你们去看大舅，我豆豆讲啦。哎，我这边连假是今日，你也要动下哈。拄食伫个内底，有听幼头甲你讲，唔是去报警察的，你相信伊？你讲应该信？你谁啊？我，你是好人，你是歹人啊？你少讲白话！你给我听清楚啊！你若是搁想空想胖，要甲我陷害吼？我绝对做你个念头气啊！无你甲我试看卖。切！咩？嘿，这人奈看起来面色面色啊！你不能对你阿琴安尼讲话。我哪无安尼，伊会欺负你哦。你哦，真巧，严格唔通这么严。也像你阿兄同款，认真读册，知无？我不爱读册，我要赚钱，我要赚足侪钱。你哦。小蛋，赶紧来浸倒洗衫，较早洗完，通好予伊较早休困嘞，好。好。玉姬，玉姬，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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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鹿。小鹿啊！起来！你就是营养无够，人家才这么虚啦。我已经给你做营养食，你好好休困。多谢先生。有代志再叫我。多谢先生。天祖，你把幼孙啊套落来，让伊倒伫眠床下啦。免啦，啊，即摆困去啊，我安尼就好啊啦。
有你好好休困，我嘛甲你擦。好、哦，春生啊，有事啊，咱出来去。春生，甲恁阿婶小顾一下，我紧等下提钱。啊，拄则先生甲恁阿婶煮的营养食，唔知偌济钱呢？我紧等下去。啊，你唔通乌白走，知影？啊？优姐。优姐，你搁回来做我的家庭老师好不？你妈妈袂答应的啦。为什么？伊讨厌我妈妈。你哪会唔讲话？我讨厌我的家庭老师，伊足歹的，而且伊讲的我拢听无，我唔敢甲阮爸爸妈妈讲。我就烦恼的，我明年一定嘛考袂掉，我嘛唔知影要安怎。你莫哭啦，无你甲你妈妈讲看卖咧，伊若讲好，我就去甲你打主，安尼好无？好啊。小心啊！收入的医药费唔知偌济哈？哦，唔免啦，唔免哦。啊，你歹势啦！收入啊，提药啊，注射一定袂少，闽南已经无提啦。大佐，你甲一寡钱吼，摕去买一寡较营养的，互收入啊食。啊，若无，伊会阁昏倒。是讲安尼歹势咧？袂要紧啦。先生，啊，无真多谢你咧，多谢。秀女啊，你还在戆嘞，莫爬起来倒嘞啦！我已经无代志啊啦。啊，无你嘛加这一时啊，才爬起来，较袂遐晕啊。好啦。拄只先生就是讲你营养不良，啊人阁伤忝，啊毋则会昏昏倒。你若为着要拼钱，互优姐读书，啊着做田，啊着扛洗衫。你看你安尼剩无几娘吧？为透早都要拼到暗，不怪你昏昏倒。拄只我从前去提钱，啊，要甲你立医药费，啊，先生都唔肯收，讲叫我甲遮个钱，甲你买一挂营养品啦。啊，对啦，啊，过几天要开学安尼，遮钱你收起来，予优姐注册。什么袂用的？啊，这钱本来就是要让优姐注册读书的，我拢无顶当着呢。天助，你是不是惊优姐唔肯收我的钱？天助伯也知影你真怨叹我，佮惊你若今讲我一挂歹听话，要不这所有的一切，拢袂比你妈妈的身体较重要呢？玉姐，你妈妈就是继续安尼要拼钱哦，凡事啊，你无再来读书，你妈妈都爱倒落去。尤姐，天助伯也知影你是一个真友好的囡仔，你是不是当给我拜托，替你妈妈把这钱收起来，让你会当好好读书，让你妈妈会当放心，安尼好不好？
天祖。爸爸赶快。如果深深经历那种感受，才会明白为何沾满心头。啊，只要都平平静，妈妈真坚强。这一些，但你好，妈妈最省心嘛，知影无？家天做不要说多些。哎呀，免啦免啦免啦。多谢。我大汉会赚钱行李。是，哎，好好好好好，以后你当做医生，才赚钱害我，好。闭上眼睛那一种的滋味，那种是修罗。尤其啊，真多谢你。多谢你肯把钱收起来，我欠天贵啊！你让我有这个机会，一点啊一点啊，慢慢来。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天总。这个有哦，等下来哦。哎，有，一定会来哦。这四个姑娘一定爱来的哦。真娘哦。哎，好好好。阿头。你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喊叫人哦。你别紧张啦，我不是来找你冤家啦。你是来找我创啥？我是来下死你啦，希望你能对我转来去啦。对你转去，我就不是来讨回听。你别安尼讲好无啦，我已经有接到工课啦，希望你能对我转来去，转去咱戏班搬戏赚钱啦。转去搬戏？阿头。顶届哦，我俩讲对你起家动手，实在是我唔对啦。我害你帮人帮囝，也无害你食好穿好，搁出手甲你拍，真正就不应该啦。我即后悔，我感觉我真正唔是一个查甫囝，我唔是查甫囝，我唔是查甫囝。我即个来是甲你讲，我有接到工课啊。你回来，咱做伙打拼赚钱，好无？我不爱，我即马在遮食好穿好，我身躯边的查甫人对我讲话是轻声细碎。你看，我的手指嘛是人客送我，也搁我这耳钩嘛是人客送给我，我这身躯香滚滚的香水。嘛是人客啊，对日本早顿来送给我的，我才歹跟你回去嘞。阿桃，我跟你讲实在啦，来这开钱的查甫拢是算算的尔啦，这胭脂水粉袂久长啦。到你第久长哦？我是要安怎讲你才会跟我相信？啊？那么安尼啦，我跪下来啦，好无？
我就抓你这家，你对我回去，若是我无对你好，我就真生，我后世人做牛做马，让你更边仔牵咧行，吼，还搁搞牵行，啊啊啊啊！后世人搁跟你斗阵，你吃较歹啦。你即马有工课，才叫我回去，啊，到时阵你自叹叹的，啊，毋过再挂掉，我得来四界找人。袂啦。袂。我即马伫咧遮陪人去跳舞唱歌，日子较好过啦。要回去，你家己回去啦。哎、欸，阿桃，我就安尼啦。哎、欸、呦，阿桃，你若是无爱答应，我就继续跪伫遮，我无爱走。我明仔再过来。这些都要背起来，知无？我背。这些足重要的，考试拢会考，要背起来，知无？我背啦。儿子，你得先相信爹啦，好好读书。我背。啊，无爱读，要怎考初中啊？好好啊读。进来。坐好啦，头仰起来。先生，我看今日是无法度继续教，您讲好啊？哦，安尼蛮好啦。来者，我送你。头家娘，请来阮小姐入去一下。入去找你妈妈。小姐。无想要读册啊？是毋是老师教的你听无啊？啊，听无就爱问啊！你无问，老师哪会知你听无啦？妈妈甲你讲，查某囡仔人哦，册都爱读较侪，以后毋才会当嫁好翁。啊，若无等到你要敬人的时，啊，人嘛要敬你。经到尾啊，就什么拢无啊，知影无？好啦，乖，进去读册哈。老师已经走啊。你搁甲老师气死吼！别不要，你莫生气啦，我来甲伊讲。无什么好讲的啦，伊若无想要读就莫读，以后一世人无出头。我想要，想要安怎？我想要优子等来甲我教。我都已经叫优子啊，莫来甲你教，你搁要叫伊来？你即马是出门要跟我作对的心？米慧啊，你搞点点，我是伊的妈妈，是爱听我，毋是我爱听伊的。你搞我听清楚，我替你请什么老师，你来甲我读什么册？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一直甲我读起哩。看你以后是要做医生、做老师，还是要做大头家，拢会用的。你就是袂当跟我讲你白，你就是袂当无听我的话，听到无？离婚，离婚，离婚啊！好啦好啦，你还得安胎呢，哪得这么生气啦？我若无生气，以后更不会听我的话。去甲叫入来，我袂当让伊安尼，我来做伊走。好啊，啊你莫生气啊，吼。头家，
小姐走出去啊！你走去倒位啊？我嘛唔知，对大楼一直走去。我去找。就是，丽芬，你哪会来这？我是要找幼稚，因家是倒一间啊？我带你来去。我要等他写功课啊。丽芬，你哪会在哭？无，我带你来溪边行行的。原来，伊是来找幼稚。头家，头家娘，大家一边拢问过啊，拢无人看到小姐。好了好了，你紧过去查看麦哈。进去。你也是得休困啊。这查某囡仔是安怎啦？啊！出去遐尼久，也毋知要转来，拢毋知安怎做事大人的烦恼。好啊，那莫搁念啊！离婚都已经把我妹甲走出去啊！啊，你搁安尼一直念，即摆人嘛毋知走去倒啊，还是变怎？爸爸，佮甲你找一个老师，无你卡后一个老师教，你就会晓啊。妈妈袂答应。是安怎？伊足生气，甲我讲，伊请啥物老师，我就读啥物册。我即摆讲啥，伊拢袂听的啦。哈？安尼，我就毋知影要安怎甲你斗相共啊。别哭啦！雨琦，丽芬，妈，哎呦，
是春生跟我讲，我才知影你在家的。丽芬啊，已经这么晚，你若是不赶紧回去，恁爸爸妈妈一定足烦恼的呢。我唔敢回去。你是惊你妈妈跟你爸爸会跟你骂？我唔捌无听我妈妈的话，我嘛唔捌家己走出来，我唔知影回去会安怎，所以我唔敢回去。你唔通哭，啊？阿无，我带你回去，好不好？你回去啦，我妈妈带你回去，安尼先生甲先生娘才袂生气。那安尼，你嘛无要回去好不？好啊，我甲幼稚最好带你回去，好吧？走去倒位啦？哈，先生，先生娘，阮送丽芬小姐回来。你去找幼姐，我无要让幼姐教你读书，你就安尼走出去，真正足好当。大汉阿婶。